100周年，但是我们的官场案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大家都在过年，大家今天可能准备回来要开工，我们今天要来这边抗争开工哈、哦！抗争有理，抗争有理，卧轨无罪，卧轨无罪。迎来入秋龙湾，一片吉喜郎，杂七背回来追赶，独丢派主郎。怎么大过年的时候，我们官场工人甚至从苗栗很多地方上来的院里华龙，都还要来到这边？过年时间还要来到这边来抗争？台湾还在继续发生哪些事情？除了官场工人之外，我刚刚提到的院里华龙自救会、龙电工会、反核、乐生这些议题都持续的在抗争当中，所以我们做了一张小的单张，请大家去发给有拿到的人呢，我们去发给从捷运出来或从高铁或台铁出来要搭车的乘客啊、哦，希望呢让社会知道我们的抗争还在继续。我们现在呢，这个火车叫讨债拼经济火车2056万，就是无能马政府讨债拼经济，他会朝我们过来，我们全部去躺在这个火车头的前方，喊我们的口号：无能马政府讨债拼经济。无能马政府，无能马政府，讨债拼经济，讨债拼经济，无能马政府，讨债拼经济，讨债拼经济，无能马政府，无能马政府，讨债拼经济，讨债拼经济，还我棺材本，还我棺材本，只需一条，只需少一条。去年的2月5号，官场工人跟其他的声援团体跳下轨道，事情经过一年了，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到今天为止仍然不敢做出一个决定，仍然不敢面对从一开始检察官就以公共危险罪在论断这些卧轨的这些人，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不断要强调，当天他们卧轨的行动造成了大批旅客的不便，就像今天的行动一样。但是检察官跟法院能不能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来追诉甚至审判这些人，这个是大有问题的。我们要呼吁检察官回头是岸。院里的乡亲现在在冲车的抗争下，还在24小时在工地轮守，就是说过年在那边围炉以后，也工地围炉了后，嘛是继续24点钟在工地咧轮守，咧顾工地，卖互风车公，卖互永华威风车公司时间。因为安怎，我就是需要一个政府给阮一个迄个听证程序，就是讲爱定一个安全距离给阮，顾到咱沿海移民的权益，顾到咱的生态，顾到咱百姓的健康，所以阮一定继续，阮绝对无退。等到政府有一个规定以后，到那个时阵才会算。大家都是说新春开工，我们要每个公司要求的就是他们公司的经营要顺利，哈，要赚大钱。那我们所有声援团体，我们都知道，过年的时间，刚刚相亲讲了，他们都还在工地围炉守工地。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华龙自救会，或是我们官场工人，看到的就是账户里面一毛都没有，哈，还有很多，不管是退休之前没有拿到，法院的案子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团拜，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社运团体大家开工大吉，我们社运要开战。未来的一年，2014年，所有的社运抗争绝对会越来越激烈。开战信古来北战。信古就是哦，我们那个在祭拜的时候呢，把那个血呢涂在那个鼓上面，作为一个祭祀的仪式哈、哦。工农协社齐聚战。工农协社齐聚战。大肚高举豺狼战。今天我们抗议哈、哦，这个正义之师高举起来，这些哈、哦、治国的豺狼哦，开始要战斗了。我们今年的战斗即将开始哈、哦。那吉日良辰背向岸，吉日良辰背向岸，抗衡官僚是先日战，抗衡官僚是先战。我们即将开始准备的今年的战争哈，这个仗要开始打了。那争取公道是不善，争取公道是不善。我们为了争取啊公平正义啊，绝对啊不会零零散散的啊，大家聚集在一起。胜利判决解民怨，胜利判决解民怨，利民折国若是怨，利民折国若是怨，这是我们大家的期望哈，也希望说这个企业这个愿望呢能够啊达成我们的愿望。好，现在还在来三拜，好，来哈，我们把香烧到我们香炉。开工大吉！抗争胜利！抗争胜利！开工大吉！开工大吉！抗争胜利！抗争胜利！最后的这指向都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无能，导致我们许许多多，不管是官场工人、反核运动、环保运动，甚至是反风车，都没有一个适切的回应，导致大家没有办法过好年。在过年前，我们甚至听到马总统他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还是希望核四要运转，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啊。在去年3月9号，我们有20万人上街头，有70%的民意反核，最后他还是说他要续建核四。我们的官场工人抗争了17年，最后他还是要跟他讨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各位媒体大家好，我是华龙自救会，华龙是一个二职的财团，请政府不要再帮助他们了，他们把那个钱都搬到越南去了，无轨搬运再留台湾，我们这些辛苦的劳工那个退休金退职金都没有领到，请政府能够帮帮我们，不要再让我们受害